要不是努努，真的差点出大事了。啊，努努真的好厉害！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小精灵们为了捡气球爬上了树，但是下不来了。努努帮助他们下来了，真的超厉害吧？没有，还是没抓到气球。要是我的话，我连气球也能捡到。切，说谎啊！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我是炫彩精灵露露。阿露，露露，我们喝点蜂蜜水，吃点南瓜曲奇再走，怎么样啊？吃点好吃的，大家和睦相处吧。啊，蜂蜜水，蜂蜜水，我要吃南瓜曲奇。看起来真的好好吃。来，快点吃吧。好，我不去。露露，你们吃好喝好吧，去。哦，努努，快走吧。你先去吃吧，我把露露带过去。去，大家都只喜欢努努，对我一点也不关心。我可是炫彩精灵露露。炫彩精灵露露，露露，那个不是小精灵的气球吗？来，好了，这个我来拿吧。用呀，拜托了。气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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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球。哎，那个，不是气球吧？小精灵们弄丢的气球是这个吗？拿去给他们，肯定会很高兴的吧？哎。我们走吧。啊，我的气球！啊，露露，那好。露露，你把小精灵们的气球找回来了吗？真的好厉害！就算气球飞上天了，我炫彩精灵露露咻蹦得高高的，一下就抓到了，真的就像飞上天一样呢。真的了不起，露露。啊，什么？真的吗？嗯，当然了，我炫彩精灵就是最棒的。露露最棒，露露最棒。以后就相信露露我吧。啊，这样跳是做不到的。眼睛往上，哇，然后把披风罩弄一下，咻！努努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，嘟嘟？鼹鼠爬上屋顶，下不来了。什么？露露去帮忙就可以了。凭什么是我？露露不是可以咻的一下飞上天吗？是啊，当然可以飞。哇，真的吗？露露好厉害呀！拜托你了，救鼹鼠下来吧。这种事一点难度都没有，相信我吧，我来解决。为什么要爬到那种地方？
我也不知道。危险，危险！快点，快点，露露，鼹鼠要掉下来了！啊！如果救不了鼹鼠，他们就会觉得我是撒谎精。不行，我可是炫彩精灵露露，要成功。快过来，鼹鼠！万岁！成功了！奇迹！上天了！怎么回事？明明要摔到地上了，忽然身体轻飘飘地飞起来了。我真的在飞吗？哇，露露真的好厉害！看到了吧？看到什么了？露露真的飞上天了。露露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真的吗？当然，我可是炫彩精灵露露。但是吧，前阵子奈丽阿姨叫我们去帮她洗衣服。露露一定很快就能做完的，是吧？我炫彩露露当然要帮忙啦！所有人向着奈丽阿姨家出发！出发！出发！小心一点，小精灵们。我也想玩呢，努努，我们也玩吧。洗完衣服再玩吧。洗衣服有露露就好了。是吧，露露力气很大，什么都可以做好呢。炫彩露露嘛，炫彩精灵露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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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啊，当然啦，我可是炫彩精灵露露啊，能飞上天，力气也大，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，衣服这都不是事儿。炫彩精灵露露，炫彩精灵露露，一起玩吧。是啊，去玩吧，这么点衣服我一个人完全可以。露露，干嘛？你不相信我啊？我是炫彩精灵露露。奈丽阿姨也进去休息吧。这么多衣服你一个人洗得完吗？露露，就相信我吧。好吧，那我去准备点心，有需要随时叫我。努努努努，我做了一个超大的肥皂泡。真棒。要想肥皂泡做得大，就得做成圆形的。圆形，现在才是展现我露露真正力量的时候。可以的。露露，没事吧，露露？我看来不像炫彩精灵露露啊。露露，你一个人做这些事本来就很困难的，我们一起做吧。对不起，露露，只顾着玩没来帮你。是啊，这次大家一起来洗吧。来，掉出来的衣服能一起放到这里吗？努努往这里放点水吧。好。露露，
再来一点洗涤剂。好，现在就来开心的洗衣服吧。开心的嘟吧嘟吧嘟吧，快乐的精灵世界，嘟吧嘟吧嘟吧，精灵精灵，有趣的地方，开心的嘟吧嘟吧嘟吧，快乐的精灵世界，洗完啦！大家一起洗衣服，真的很快就洗完了。有唱歌，有跳舞，真的好开心呀！对不起，我说谎了。我其实不会飞，力气也不大，速度也不快。但是你找到了气球，救了鼹鼠，还洗完了衣服，都是露露你帮忙才能做到的。露露好厉害！是啊，真的很厉害。不愧是炫彩精灵露露。没错，我就是炫彩精灵露露。这是我的位置。一起坐一下又怎么啦？差点被发现了，都怪露露。好，迪迪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本来可以抓到的。什么？看起来不像是树啊。长颈鹿是一种腿和脖子都超级长的动物。长颈鹿你好。脑袋上有个鸟巢。还有鸟宝宝。为什么鸟巢会在长颈鹿头上？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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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
危险！不，因为鸟巢都没法吃饭了。我们帮帮忙吧。我们去把鸟巢拿下来，那么鸟宝宝们也安全了，长颈鹿也可以吃饭了。好主意，努努。好，我上去吧。不行啊，露露。快点出大事了呢。摸它的话会很痒的吧？尽量把头低下来吧，我们帮你把鸟巢拿下来。危险！不要，快停下！快停下！再下来一点，再下来一点。继续，再下来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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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。去那边试试吧。在这里把头低下来吧，这里很高，说不定能够到鸟巢。好的好的，现在把头小心一点低下来，再下来一点，很好，再下来一点。这方法也不行啊，怎么办才好呢？鸟宝宝要是能像鸟妈妈那样飞就好了。对了，就是这个，我们帮鸟宝宝们飞起来吧。那么就可以离开鸟巢飞上天空了。真是个好主意。那我们快一点，长颈鹿太累了。是啊，快点吧。鸟宝宝们，像这样飞起来试试。飞起来。像这样。像这样，飞起来！要是看了我炫彩精灵露露是怎么飞的，很快就可以飞起来的。哇哦！呀哈！飞起来！小宝宝们！没错，就是这个，加油，鸟宝宝们！加油，鸟宝宝们！不行！没事，看那里。鸟宝宝们都在扇动翅膀呢。挺帅的嘛！再努力点点头，长颈鹿。点头。大家都很努力，在努力扇动翅膀。
今天真的好累呀，看来长颈鹿也饿了。土地很好吃。阿鹿饿了，帮我摘一个吧。不行，那里太高了，我上不去呀。人家饿嘛。我也饿了。给我们的吗？哇，肯定好吃！谢谢你，长颈鹿。谢谢你。哇，这是樱桃啊！谢谢。啊？什么？也太小了吧！不是，谢谢款待。谢谢，再见。